OK， 这一副是一个蛮怎么讲中规中矩的牌组，就是算中规中矩吗？就算是现在比较厉害的 combo 其实是这个海魔丁刺者的 combo， 所以等一下我打哪一张？这个搞不好应该打这个。好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就是。现在这一副其实还是会怕一些有的没东西。等下对面是盗贼哦。哎、欸，刚那个萨满 skin 还蛮帅的，猪。嗯、好，我刚打输一个大大木，好像也没什么办法。这副感觉蛮被大大木克制的。我们大概需要，不知道。需要一些东西吗？我总而言之就是这副也不是开放很难有那种非常非常全面的牌组啊。然后这副就是你需要疯狂铺场，然后再打战场军官压倒，然后收头。虽然我目前其实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双面间谍 boy， 然后直接撕裂吗？我们这个会直接被解掉，嗯，再等一下再撕裂吧。OK， 这些小牌其实还蛮适合跟亵渎打的啦。鬼灵弯刀，鬼灵弯剑，不好意思。好啦，我们打个山岭吧。他没挡。每当他打出其他职业卡或者加一耐久度，看起来蛮多盗贼都是用就是武器相关的 combo 啊。我刚刚有遇到一个王后贼，然后也是很强啊 ，very strong。要成真了吗？这场军官现在也只有32 D， 也没有办法收他头就是了。除非我右手压倒，准备消失。哦，没有，我准备魔杖小偷，火焰长矛。哇，直接连接8。他这副或许还算合理，所以或许。我们可以处理他这一副想做的事。OK， 迪菲亚老大，一张好牌，侦查，他应该有带泰斯之类的。嗯，我手上牌其实有点渣渣的。Oh my god， 纳塞隆，手上9张牌，红火巨人。我不想给他生命窃取啊！他如果36D 的话，我们应该还是能够处理吧？是不是？我们伤害可能还是够，可能不大够。36、18、4，对。16+20、32+20、34，还是不大够，还是稍微不够一点。OK， 他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牌组，不好意思，兄弟。30，他死了。打得好。OK， 这就是这一副理论上想要做的事。看起来其实把他迪菲亚吃掉，他还蛮痛苦的。他这一副还蛮狠的，某种千面贼。面对面是萨满，我们上回遇到萨满是个电脑之类的吗？我上回遇到大萨满，回火理论上是张好牌，不过我其实现在没什么概念，到底什么牌是好牌。一般来说，抽牌都是好牌啊。
啊，剑士欧卡尼，自噬之球哦，笑罗莎，百分之百笑罗莎。然后我们抽一张，打一张，抽三张，九张，然后再抽一张，刚好十张，或者是我可以打这个，然后抽两张。金憨儿，还是蛮想打欧卡尼的。不过我等一下可以打，这张这个英雄能力之类的 play。还有这里耍废的话，就是耍废，这个怎么看？我们可以直接海魔，然后吞开吞哦。海魔开吞其实不差，海魔开吞好了。左拉掰，我搞不好可以等一下再吞吗？可是说实在，先打这个的好处是我们先把血量花掉，然后熔火其实现在就只剩五费了，所以他如果再打我脸的话，熔火很容易就上线，而且我们下轮其实有三加二的 combo， 如果想要打这个 combo 的话，看一个换两费一费，挑战员。火，然后这如果提早挂掉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用死者附身把它捞回来，然后再吃更多东西。没有错，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吗？对，这不在我们掌握之中。我三张鱼人。比奇 boy。不过这样一样就把我们血线弄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！像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在海魔冰次聚齐一次，然后可以继续冰打我们脸之类的。话说，所以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叫出这个聚齐大嘴的话，其实对我来说应该不大好。冰上垂钓。他基本上有一个清场，我要打 combo 吗？没有很想，可是我也不大想吃十点伤害，或是我就先打罗姆，然后回点血啊。等七滴，等一下，这样我没有办法打这 combo 啊！我下轮要怎么清场啊？我下轮到底要怎么清场？我需要靠亵渎来清场吧？他冰锤有可能拿不到他的鱼人超级 combo 啊，其实也是有可能。然后看起来是要打鱼人超级 combo 哦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清场 ，OK。所以不用害怕，只是这个蛮有可能会被打的吐出来。我们需要更多回血之类的。他也想太久了。葛兰博，他可以继续冰。这有点烦。好，你牌抽一张，都爆炸、啊，换牌，我
我们要再拿到另外一个阿初之类的，看起来并没有拿到另外一个阿初，有拿到亵渎，有拿到阿初，有这可以回血。我可以拿两张这个的样子。少一堆牌，哦，小董没了，我们也少一堆，补烧，我们其实喷超多资源来处理那个状况了。然后他手上还有一张鹦鹉，所以他还可以再冰一次。可他如果打出任何战吼的话，他鹦鹉就会没有冰。不过他可能还有一张落雪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再防最后一张落雪。我们牌组里面其实有一张闷气海星，理论上可以处理一些这种落雪的问题。我们其实可能不应该把场面铺太宽，让他落雪太赚了。我们现在这边的爆发是24啊，这其实只差一点他就要死了。不过我们没有在，我们完全没有更多伤害。哦，不对，我们完全有更多伤害，因为他手上有这个受到诅咒，然后这轮看起来打不出来。OK， 我应该要解哦，我要不要打这个啊？山林巨人，我是不是还是要用英雄能力哦？老天爷啊！鬼火，可是我猜这三滴血他可能可以处理啊。他如果带的是我之前那个。那个单那些牌的话，他其实没有挑战，他其实没有办法，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就是收我的脸嘛，这局有点接近哈、哦，哎，GG是米达，Okay,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接近，非常接近。他留我的那个汤姆星太久了，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打赢，不然也是非常难打赢的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之后再见，拜拜。